我们现在只能先暂时停止治疗，等到他恢复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现在即使服下丹药，也只能继续维持三天寿命。三天的时间内，怎么可能破掉八绝玄阴脉？若想彻底压制他体内的八绝玄阴脉，唯有以万金之精炼制八品丹药。你的红颜真经应该还在等你的万金之精吧？在这必经之路上埋伏于我，真是费了好大的心思。烈斗火，此人倒是有几分实力。